Good morning, Singapore. How are you? Good morning, Singapore. 大家好，新加坡。哇，你们的天气很热。昨天我刚刚来的时候，跟我老婆、跟我两个小孩子来的时候，天气非常的热。但是有一件事是你们的热情给天气更热，我非常感动。 给大家一次掌声好不好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这个热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，是真的。再相信，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相信爱多美的产品吗？相信，这是好事。今天呢，我来是给大家分享为什么你们要相信爱多美的产品。 相信爱多美的理念，再坚持下去。让李博士讲，你们有热情，再上坚持的话，你们一定会成功，是吧？我们给大家再一个掌声，给我们 CEO Park 多一个掌声。好，那今天我来的时候，我在加拿大来，我先自己介绍一下。 我叫陈金师，我是加拿大多伦多工作的医师，我是家庭医生。我们在外国工作都很多30几年当中，看见很多的人，很多的病人，很多人都很辛苦的是吧？你们生活辛苦吗？辛苦啊，对。我需要坦白。 我们需要面对现实，知道为什么今天来加爱多美这个成功学院，是因为我们生活是辛苦的，这是真的没办法。来这里就是找一个其他的方法，等我们生活舒服一点点，等我们下一代更开心，是吧？对。我说这是实话了，不是真是说梦话的，因为这是真的。 这几年来，我们看见两件事。首先，我们的病是越来越厉害的。那很多人呢说，没什么事啊，现在都是我很健康啊，是吧？我呢就是我们在站在这个舞台上面，站在这里，我们跟大家聊天，谁问我很健康？但是现实上。 使其他的人，我们那个可能有家人、有朋友有病，是吧？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吃这些东西，就是保健品？几年前我在加拿大找一个有机农场，我的老婆也喜欢这些东西哦。她的理念是已经差不多10几年。她跟我讲，我们有机会跟那个农夫分享。她跟我讲。 Raymond， 我们很多年前，我的爷爷的那一代，一个 tomatoes， 一个番茄，它的营养已经很多，但是我现在种这一片田，就是 whole field， 它的营养都不及这一个 tomato 这么多。是证明说是什么事？就是说现在的我们吃的东西，是因为可能基因改造。 Genetics、污染、pollutions 影响我们吃的东西完全是不同，所以为什么以前的医生说跟你说你不用吃什么保健品是没有用处的？而现在这个年代，实践已经改变，现实生活说我们需要保健品是第一，第二是现在的病是越来越厉害，年轻化。 这几年来，我们看见很多人有很奇怪的病，癌症，癌症的前奏越来越多。突然的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好像是爆发一样的。很多人来做检查、体检的时候，还是有病的时候来看我们。我们说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需要保健品，是因为人的病是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多，还有年轻化。我为什么需要告诉人家吃保健品？ 所以现在，其实保健品好的保健品就是 idomed 保健品，很多人都喜欢，因为它是好。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跟大家分享，你为什么相信爱多美？因为爱多美世界上有太多的证据，所证明它们是有效，这是真的。所以，当你跟我们这样的朋友分享的时候，你需要吃这个爱多美保健品，他会问你，你有什么证据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要选择其他外面的东西，你单独选择爱多美？现在我跟你分享。 因为我们没时间的关系，我今天挑了2种东西给大家分享，好吧？第一件是 HemoHIM， 我们主打的爱多美主打的产品。第二就是16美元，叫 HemoHIM， 好吧 ？So 对，好。那 HemoHIM 呢？大家刚才已经听说过。 公司的怎么组合，它的发展的过程，我不再尝试的跟大家聊了。对 ，HemoHIM 是什么东西啊？大家知道吗？知道是 Hemo 就是血的名字 ，Hemoglobin 是红血球、血红素。所以 HemoHIM 的主要 immunomodulation 就是调整你的免疫力，是吧？ 所以 HemoHIM 的主要的功能是造血、做血。对，我们生产多一点的血，等你的我们的抵抗力提高，这是 HemoHIM 的主要的功能。HemoHIM 主要是抗病毒跟抗癌2件事。人家问你为什么？因为抗病毒，我们现在很多流感是吧？ 9月份来的时候，我们人类的活动越来越多，飞机票越来越便宜，是吧？现在回国很便宜，这是。所以为什么人类的活动多，我们碰到的病菌是越来越多，它的 strains 啊，它的种类是越来越多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发现这几年呢，流感越来越厉害？以前你吃几天抗菌素，5天，小孩子休息2天都可以熬得过去，是吧？现在不行。 现在的人呢，我们发现很多时候都是很集中的抗菌素，几个 round 的 antibiotics， 还有可能是这样类固醇啊，什么东西很严重的肺炎是非常多，不是单纯的流感，单纯的气管炎。所以为什么我需要这些保健品把我们抵抗力提高一点点，抗菌、抗病毒、抗癌，这是 HemoHIM 的主要功能。 再来了，我不要在这里花太多的时间。说，Nanoma Company， 爱多美日本的公司跟韩国的原子力研究所，假如研究很多年，他们发现3种东西是最有那个3种的中药，他们有着很多的研究，发现这3种中药合起来做成一个。 抗癌、抗病毒的功能是非常多的。Next， 哦，对，有中文在这里是好事。当归、白术、牡丹根是吧？是中药来的。我们中国人沿用的多几千年，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功能，它的合成之后产生的功能非常好。爱多美有些专利的技术，把最多的成分、有效成分从新鲜的中药里面抽出来合成它。所以现在为什么爱多美的这个 HemoHIM 的成功率这么高，是因为它的有效成分非常的多。Next， 啊，对了，所以它。 有2件事，第一就是增加人类的我们叫自然杀生细胞 （natural killer cells）， 什么东西来的？就是我们的白细胞，它的白细胞突然的提高的很厉害。他们做了很多人类的测试，还有老鼠的测试。人类的测试说，把有一个研究是把给6个克的HemoHIM 给人家吃。 他把他那里的白细胞有没有增加？它证明是真的，这是有的。好，有其他就是对你的防癌症的，对。阿杜美啊 ，HemoHIM 呢不单是对白细胞提高，对所有的糖尿病都有很明显的功效。Next， 谁需要吃 HemoHIM 呢？ 有没有人说不可以吃的？没有是吧？所以基本上什么人都可以吃 HemoHIM， 好吧？我们连小朋友都有的。那当然是手抱的婴儿可能不太好，但是几岁的3、4岁、5岁的人，我们都给他吃。我能给他吃斑包。在诊所里面，很多的小孩子有病，吃了很多抗菌素。 我们除了给他们益生菌以外 ，HemoHIM 都要给他吃，增加他们的抵抗力。你们很累，运动员、上班一族、学生、精力下降，他们老人家有时候吃3包跟5包都有人吃的。糖尿病有帮助，脑退化症有帮助，心脏病。 跟脑中风都有帮助，为什么？因为它 HemoHIM 本身自己是一种通血管的，有吸血作用的，所以防止那个胆固醇的。我们知道为什么会中风跟心脏病，知道吗？是因为我们的动脉堵塞，是因为太多的糖尿病、太多的胆固醇堵住我们的血管，所以为什么在心脏我们叫心脏病，在脑子里面我们叫中风，所以。 HemoHIM 的功能是下降你的坏的胆固醇，等你的血通畅一点，好像我们吃吸血药一样，阿司匹林啊那些等等，的吸血的药，它有同样的功能。还有在癌症的研究当中 ，HemoHIM 证明说它是要保护我们肾脏的功能。在老鼠的研究说，如果一个人有 吃，我们说，比如说你有什么癌，肠癌、膀胱癌，什么癌，你做化疗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是化疗药对我们身体都很多伤害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可能有亲戚说他的肾脏，医生跟他讲，你肾脏坏掉了，不行，所以我需要为什么保住它呢？基本上是HemoHIM是一个很好的东西，你吃的它，它保住肾脏。 除了Omega-3以外，你的三文鱼油对保肾是有很重要的一环之外 ，HemoHIM 都可以考虑。不，当然说，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癌科医生不太愿意人家吃保健品，是吧？我们在北美洲，医生通常说，哎，你吃保健品不要来看我。所以呢，很多的人呢都不敢跟医生说实话。他说。 但是我们知道，在外面等待癌科医师的时候，所有的人在分享自己吃银子啊，吃其他的保健品的心得。所以呢，但是，如果能够吃，我不是教育大家对医生撒谎，千万不要误会。但是现实生活当中，很多人都会吃保健品，不过。 在芸芸众生的保健品当中，爱多美的HemoHIM是一个可以非常值得考虑，因为它有真实科学证明是有功效，不是你说，是真正有科学研究说它是有保护肾脏，它有防癌，有增加抵抗力的功效，这是真的。所以人在问你的时候，你怎么分享？跟他讲。 我们要科学证明，你可以上网，所有东西都透明了。现在网络，你随时人在学习上网，就马上知道，是吧？所以不可以骗人家的，这是真正的，真正坦坦白白告诉他，我知道你的亲人有需要，这个是好的东西，你试试看。科学证明，你随时上网，你随时看完以后，随便来找我。 问你自己的医生，看看这是值不值得你是要吃东西。当然说，不是每一个医师都会对保健品有相信还是有信赖。他说我不知道吃什么东西，吃坏了责任在挂在我身上，所以是这样子，会理解。但是基本上如果有我们曾经有病人，他带回去的癌科医生，他自己的专科医生看完以后啊，医生，我现在我妈怎么办啊？我的病啊，红斑狼疮、类风湿关节炎什么东西？他吃了看完以后，医生说啊，没关系。 还有一个人，一个小朋友在香港区来看我们的时候，他的小朋友从来不吃东西，3、4岁吃只颗青豆，每一顿饭，这是恐怖是吧？对，个子非常的小，我跟老婆跟他聊，啊，吃益生菌带回去香港，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医生在香港儿科医生打电话给我太太说。 你做了什么东西对我病？我吓了你一跳。我做了什么东西？我不认识你啊。他说：“哎，不是，你看了这个病人，他现在为什么胃口比较好啊？现在个子高了很多。”奇怪，这真的。还有人在国内打电话给我们，不知哪里认识的我们，在网上看得见我们。他来找我太太，我的爸爸是在以前在国内当军。 中的子弹全是腹部，全是子弹碎片，现在变成癌症，全是癌症，治不好，去不了香港去做化疗。香港的医师说，如果你好了一点点，来到香港，我给你做，我们给你做化疗。他们说没办法，陈太太，那我们办。我太太给他治了一点。 几何 HemoHIM 回国内，还是说一点都吃不下去。我老婆跟他讲，你一滴一滴的给他滴，好像点滴一样的，送到那口里面。后来他的病好了一点点，有机会去香港。香港已经走了，但是医生说，你开始的时候你的寿命只是很短。 20天，但是他都熬了，他超过7个月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没有一种药，没有一种药保健品在世界上是灵药，是吧？人始终是要走，啊，这是走的时候怎么走法？还是你走的好，我们就好看一点点的。走的选择。 不是完全是我们控制，上天预定是吧？我们相信神，神预定我们的生命怎么走。但是如果走的时候比较钻研，走的比较放松，没有这么痛苦的话，这是好事，美事一件是吧？多年前我跟我老婆到处采访，就是为什么我选择这个产品呢？是因为太多的受苦。 很多人一谈事变，马上觉得很近。年轻人都是这样，看了老的一辈走的这么辛苦，我都不想参加。很多老人都不愿意去老人院是吧？我们现在新加坡都有是吧？到处选这些，人的年龄越来越大，我们受的不是受罪，是说受的痛苦是越来越多。我前几天上周我看见一个病人，他有。 20种药吃，15种病，每一个器官都有个专科医生跟着。他只是70几岁、80岁，受罪吗？对他来说也不是，他看得很开。国内一个教授，开心了。虽然是 it's difficult, but to him he's okay. Right? 他有吃很多保健品的。 所以，多年前我跟他太太讲，我们看了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工作30、40几年了，我看见人受的痛苦是多，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找些东西？等他，我们就算是你这么想吧，用钱买时间。如果你吃爱多美 ，if you 吃 HemoHIM 的东西，你的生活。 你可以熬多几年，完成你没有完成的心愿。对不起，今天我不是想怎么死亡这个问题。But this is a truth, right？ 这真实的。我们在这里不要说我们叫圈子是吧？我不要浪费时间。我们直接的面对我们生命的现实 ，face the truth。Don't waste your time. I'm no one to waste time. 对我的病人，对所有的人，我不会当对侄子、我的孩子，我不会浪费时间的，没意义的，是吧？我们来这里是要成功，我们来这里是需要吃好的保健品，等我们生命更享受。还有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，这么几年来，70年、80年，可能100年，这是吧？活的生活，我的快乐，我的开心，我活的没有这么痛苦，这是原因，是吧？ 好 ，HemoHIM， 我们就说到这里，下一个好吧 ，next， 大家吃过这个没有啊？许多美人是吧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水果一样是吧？为什么是要吃这个东西？这个东西好吗？好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好，我都学了，这是在超市买的水果。 有没有工厂？我以前没有吃，很少吃的，很难吃，所以很小的东西，很多盒子里面，我基本吃不了。但是我看零盒，一看哇，原来是这么厉害的东西，原来石榴是非常有功效的东西 ，extremely powerful。我告诉你，这么是 ，next， 大家现在觉得这孩子这么漂亮是吧？ 大家都是这么漂亮的人，是吧？每一天包，每一天美丽，我都喜欢，你们都喜欢是吧？大家都是。下一个，功能是什么 ？Pomegranate 主要是功能是只是给女人是吧？不是，男人都可以的。 next， 在东方有杨贵妃是吧？西方有咩 ？Cleopatra 是吧？这是埃及的药后是吧？药后什么药？艳后，对，谢谢。当然是谁拍这个片的？ 啊，我们知道外国的明星，他的明星，伊丽莎白泰莱是了，大家知道，太美丽的女人是。好，当年时候，所以怎么贵族都吃的话，它一定有它的原因是吧？当年是这样的。好 ，next，Turkey， 还有 Afghanistan 就是阿富汗里面的，我一会这是中国的产品，I thought this an Asian product。 原来是在阿富汗那边原产地的时候，土耳其，这是阳光充沛的地方，它生产的。阿多美，刚才有玫瑰大师都讲过，我们叫 global sourcing， 最好的地方拿最好的东西产品，这是其他，因为它原来是这样土生土长的东西。Next， 有30个非常 先进的技术，拿最多的精华提炼出来，这是爱多美有成功的一些原因。它把浓缩我们硫化醛提炼出来是最多的。为什么这么反复？是因为这个除了这个方法之外，你不能提炼这么多的东西、有效的东西成分出来。Next， 我们叫 electric acid 就是它们有化甚至最多就有为什么pomegranate 那个石榴有功效的主要的成分。Next， 1包等于差不多平常石榴籽的26倍，所以1包小的东西它的浓缩的非常厉害，所以它们有什么效果？好 ，next。 那这个研究是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女性人体的皮肤缺水是吧？它的表面的水分的流失，减少皮肤的角质，有非常成功的研究成果出来，所以它那个食料有增加水分的功能。Next， 更年期大家都曾经试过是吧？50岁更年期但是女人的是吧？男人有没有更年期啊？有，不过男人的更年期不同。40岁我不跟我们女生一样，我们太太们一样，男人的更年期慢慢来的。 所以慢慢来的时候，他的前列腺有问题是吧？大家需要 men's also the water problems， 常常漱洗手间解手是吧？对，你跟我们跟女人的，但是我进一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有什么那个Pomegranate 有没有工作 ？OK，so 对，他在更年期当中有研究说那个食疗对更年期有帮助的。Next， 好 ，Next。 那现在我再花点时间，还有点时间跟你聊那个星期一开始上架了。2天以后你们就试了，我们在加拿大已经有试过，非常好吃的，很小的一罐，小朋友突然的爱吃它。好了。 我还有点时间，我再告诉你这个食疗原来只是不是单单给战争女性，还有对什么其他的功效。原来跟跟那个HemoHIM 一样，它的要起到很好的功效。更年期了，原来它对人的跟HemoHIM 一样，它对心脏病有功效的，好吧 ？OK。 防止心脏病、中风有很明显的功效，抗氧化，更年轻一下，它会降血压的，好吧？血压高的人可以吃，它有一些吸血的作用，所以可以防止你们、防止我们有中风、心室梗塞、胆固醇堵塞、糖尿病有功效。 对癌症有帮助。原来有研究说，对乳腺癌、肺癌、肠癌、跟前列腺癌、皮肤癌都有科学证明它是有功效的。关节炎、老化性的关节炎有功效。红斑狼疮类的类风湿关节炎都有功效。缺血有功效，贫血有功效。 糖尿病刚才讲过，牙齿里面的我们 dental plaque 就是牙下有些不好的东西build up 在牙齿里面都有功效。大家知道现在人家发现，如果牙齿里的菌跟原来我们胰腺癌的菌有可能是有关联的。有人说牙齿有病的时候你不看医生，喉咙疼。 你不穿医生，你会跑进去心脏跟那个肾脏，可能令到你有心脏炎、心膜炎是吧？在肾炎都有。但现在发现，原来胰腺癌有可能跟牙齿的病菌都有关联的。所以为什么注意牙齿健康是很重要的一环？所以为什么爱多美的刷牙那个对大家有用吗？有，非常好。 我的病人听他说，我们加拿大差不多1块钱，差不多1块加币的话，都吓了一跳。比起外面的 dollar store 啊，那边的1元单买的价钱更加便宜，更好。最重要是，他们现在知道，原来牙齿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环，他会轻看这个东西。对，防止我们叫脑退化症，或是老人痴呆是吧？原来。 Pomegranate 这是有功效的，防止它，减少它。对于伤口的愈合，它会有功效。像孩子，我们可能有需要，我们的儿子啊、女儿啊，他们像孩子，原来是Pomegranate 都有功效的。所以不听的话，我们知道原来我原来都不知道，原来这爱多美这个东西这有没有好的好处？不是单单针对女人，但是对其他我们男人都有非常的帮助。对，前列腺大家都可能知道有问题是吧？原来前列腺对有帮助。男人的病最多是前列腺是吧？大家知道男人最多是前列腺癌，女人是乳腺癌是吧？所以这些东西这几年呢，我们发现病是越来越多，人我们是步上一个更健康的生活，但是我们需要面对它。我们跟人家分享的时候，通常会讲，当然人家会来找我们，我们跟他分享。但是我的建议是这样说：如果人家没事的话，你不要随便就说把一大堆东西健康那个保健品给他们，他们会觉得你卖给他的。但是通常说，如果你跟聊天的时候，跟朋友、跟家人聊天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看见他，哎，有点头晕啊，或是他有一些有些不舒服，他跟你聊，自动跟你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针对性的给他建议。对，因为如果随便卖给他，人家会觉得，你是做我的生意是吧？但是如果你针对性的给他讲，哦，那个头疼什么？你可以考虑 HemoHIM 啊，考虑就是比如说你胆固醇高的话，可以consider omega-3 的话，他会觉得你是真正关心他。多年来我们在诊所的生涯是多的，很多不同的病，很多的客人都来找我们，我们能跟他说你想生活好一点点吗？他们说，大部分的人都说我想生活好一点，我说我想我的下一代跟他活得更干净的生活，没有这么多污染啊，这么多的痛苦需要面对。所以我很开心来到新加坡跟大家分享，节日是一个很干净、很和平的国家，大家能够生活在这个国家是一个福气来的。因为在外面很多的国家不跟我们是不一样的，我有福气的时候把东西分享给人家。以前我觉得你分享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问自己，我怎么跟人家我不是推销来的，我是叫他用，因为都是但是我跟他想，我只跟着自己想，我需要过自己一关是，我怎么叫他们用？会不会人家觉得我是卖东西推销？以前对我有这种感觉，但是现在没有。因为什么？不是自己骗自己，我是经过很强次的考虑以后，我过了这一关。什么呢？就是说，爱多美的产品，首先它是有科学精神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，就算你卖给你看，你叫他参加的时候，他吃了以后，他不会觉得。他花太多的钱，对他来说不会，人家不会说，就是你站着用了以后，他用了以后，他没有用处，不会觉得你卖的很贵的东西给他。所以爱多美产品是特属于其他的公司的产品是，因为它是真正是好用处。所以我跟我太太很开心能够认识爱多美公司。因为产品真是有功效，而不是随便说。当然说，没有一种东西保健品还是药在世界上是灵药。所有东西人类都有自己的限制，我们有一天就要走。但是能够在爱多美吃了爱多美的东西，用了无论是的面上面的东西，吃进去的东西，人家觉得开心，活得好一点点。这一件都已经是一件美事。我希望来到来到新加坡以后，看了你们这么多人，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们下一代，特别是我们的小朋友，需要活得更好的时代。时代是越来越难，所有的我们知道下一代的人是生活是非常艰难的。但是我知道有爱多美的话，我们可以替他创造梦想，给他们机会，他们会怎么难生活下去？再次多谢大家的邀请，我在这里代表我们加拿大左边的朋友、外国的朋友，再多谢大家，感谢。